非常谢谢星云大师及所有的佛光人为这个社会、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贡献。在这感动人的时刻，我仅以16个字的感想跟祝愿来代表我心中的千言万语。这16个字就是佛光普照，母爱发光。我们祈求世界和平，全民安康。谢谢大家。